这是一个五台山半天的旅行计划，把车停在菩萨顶的北门，门票十元。这里曾是历代皇帝的行宫，院子里还耸立着悠久的玉碑。穿过转经轮，再走过这108阶台阶，代表着将108种烦恼踩在了脚下。穿过牌楼，回身相望，雄伟多姿的寺庙建筑群，通通收入眼中。出了菩萨顶，离五爷庙很近。五爷庙的人很多，提醒一下，庙里庙外都不可以烧香。五爷庙的旁边就是塔院寺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我上一条视频。这是相当好吃的斋饭。戴罗顶的缆车没有开，体力好的可以步行前往，不上去的朋友可以在这个市场找一找有没有喜欢的特产。在市场的旁边有这样一个小溪，沿着小溪走就到了善财洞，你可以去看看。累了的话就坐在小溪边吃点东西休息一下，走的时候记得带走垃圾。拜拜。